嗨，大家好。嗨，我是生活在爱尔兰的格格姐。端午节马上就要来了，你知道什么是端午节吗？艳艳不知道。你看这个是什么？这是什么？粽子。对，端午节中国人要吃粽子。你以前吃过？你喜欢蘸白糖吃是不是？对，妈妈喜欢吃那个肉粽子。你知道怎么吃粽子吗？不知道，第一堆。No no， 你要把这个拆开来，不能吃这个叶子，傻瓜，要把它拆开来吃。你打开看一下，是白色的，我是肉的。这都是别人自己做的，这个是白色的。你叫蘸糖对不对？对，蘸糖。啊，怎么也是很想家哈，就是特别是端午节，又是家人团聚的时候，在这里呢要做外公外婆。这是bamboo，不是bamboo。要祝外公外婆端午节愉快，要祝大家端午安康。端午安康什么意思？就是端午节快乐。然后今天等一下妈妈带你出去玩，我们去看一个车展，在家门口附近有一个老爷车展。每一年的这个时候，在爱尔兰的各个角落都会开遍这种粉色的小花。每当看到这些小花开的时候，我就知道国内的端午节快来了。想起在国内哈，跟父母亲包粽子，然后还会去看赛龙舟比赛。可惜在爱尔兰呢，并没有这样的氛围。我也只能是尽我的能力，带着小朋友去大自然走走，然后跟他们讲关于赛龙舟的故事，给他们折点纸船，然后在小溪里面放一放，也当是一个纪念端午节的方式吧。比赛！今天家门附近有个车展，我们过来看车展，老爷车展，都是很有年代的车。拍个照片，拍几个，快点。身高好不好 ？Austin， take a photo please。不要你干嘛皱着眉？不要这个哦，这是保时捷。It's 90. 你选，我给你拍个照片，我给你拍个照片。What's wrong, Austin？ 啊，你看这个老爷车。OK。好看吗？好看吗？你看这个后面的车好漂亮，黄色的，妈妈喜欢黄色的。Yeah. 好漂亮这个车，1904年，太帅，像马车似的。弄的小朋友的义卖，这是学校组织的哈 ，Three Toys for。今天天气很好，我们准备吃烧烤，第一次在新家烧烤，然后待会两个朋友会过来。